我们为了去找到这个地方，我们还找到了羌族快要失传的这个取水仪式，来为了给我们此次挑战一个心灵的寄托吧。我们的发射只是教授平平安安，潇洒咋着就咋。 通过了这么难的，最后到达这个炼硝的位置。到了，到了。We made it. Yes. 看到了当时他们留下来的那些炼硝的那个器具。Wow, there's a kitchen. 还有他们在里面吃住啊，还有行啊，留下来那种古老的东西。Yeah, we parked the world. 可以想象，这个硝对他们有多么重要。